来看到一连串活动的消息，2013年的东山茶艺文化节今天在东山火车站前广场热闹登场，而活动现场不仅有农特产的展售、DIY 的体验活动以外，公所还准备了727支的抹茶冰棒送给民众免费品尝，借此行销东山的好茶。东山舒心茶虽然是平地茶，不过却拥有浓浓的茶香，是高山茶无法比拟的。大部分是拢平地茶，不是高山茶较少，东山真少，真少过，伊跟海拔的真少啊。啊，咱平地茶甲跟海拔的茶，你食口味无同。咱平地茶你食，哦，咱东山的茶你食，伊较好茶味，较好个茶原味。啊，咱的。那个高山吼，高山茶吼，伊伫食伊水较好，啊伊较比较厚，较厚啊，较比较香。为了行销东山的好茶，东山乡公所今天特别在火车站前广场举办2013东山茶艺文化节。现场除了有农特产品展售、DIY 体验活动之外，公所还准备727支抹茶冰棒给现场乡亲来品尝。舒心红茶哦，啊，今年的气候非常的好，啊，佫会当生长，啊，伫做的过程内底技术佫真好。啊，今年唯一的啊，第一名是一个女性来摕到哈，啊，林连红小姐，啊，伫30、30几个选手内底，啊，伊摕到第一名哈。啊，今日这个活动，咱今日都7月27号哈，咱有准备抹茶冰棒727支哈，来分享给咱在场这朋友啊，这咱这观众，咱这乡亲啊，来分享用讲。咱东山的推荐红茶啊，有这好成绩。今年茶艺文化节也结合乡内模范父亲和好人好事表扬，让活动增添不少温馨气息。宜兰新闻记者赖福兴采访报道。